怎么样？是怎么了？嗯，哎，到底说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问问我的情况，问我愿不愿意去集训呗。 进国家队那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？不太想说。你不会是高兴傻了吧？没有，我就觉得国家队那些人我都不认识。不认识去了不就认识了吗？但他们真的好严肃，问问题也特别严肃。关键他们跟我说，我只能带一个教练。那带杨静教练啊。 他是你主教练，带他最合适。那你就不能陪着我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别黏糊。我发现你一到关键时刻就特别幼稚。什么叫幼稚啊？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要跟我离别的伤感吗？ 国家队，那不是去外太空。反正我不想去国家队。其实我觉得学校挺好的，省队也还行。反正我觉得只要努力，成绩肯定都能练出来。我跟你说啊，国家队选毛毛奇。 就打个电话通知他一声，人家可是亲自来找你，你一下比赛那就来了，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？嗯，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异地了呀。我就想把你脑壳 劈开，然后跟你游离了，你在想什么呢你？ 我在想，如果我能再大一岁就好。再大一岁？嗯。如果我再大一岁，我就到法定年龄了，我就可以跟你结婚了。你才21岁，咱能别张口闭口就说结婚吗？